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是恶魔蝙蝠侠的1:4全身像。这款产品是我和日本艺术家 Hiroaki 合作的第一款产品，我们一同在原有的漫画恶魔蝙蝠侠的形象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的创作。我一直非常欣赏 Hiroaki 的强烈的个人的作品风格，去年呢他也加入了我们的现场团队，未来我们会合作更多的产品，将这个系列延续下去。如你们所见，蝙蝠侠呢蹲在一根残破倾斜的石柱上，他张开嘴咆哮，他的面部表情呢也非常的狰狞，有血红的双眼以及恐怖的獠牙，其形象已经脱离了人类的一个造型，其实更像以怪物的形态存在着。我们在整体造型跟细节设计上增加了非常多的生物化的设计，比如说头盔、披风这两部分更像是从蝙蝠侠身上生长出来，牙齿颜色的涂装和面部的褶皱的纹路，其实这些走向都会让这个角色显得更加邪恶。同时这款雕像呢也根据不同的版本匹配了三款头雕，相信能为各位玩家带来不一样的产品体验。这款产品的设计亮点之一呢在于这款形象具有翅膀一样的披风，我们用了半透光的材质呢来制作披风部分，在有背光的情况下可以透过光线在披风上隐约地看到里面的血管的细节，非常漂亮。生物化的披风呢由原著经典蝙蝠侠形象的披风演化而来，像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在骨架上，披风下垂并且有非常强烈的紧绷感，张力的非常的足，破碎而尖锐的下摆再加上丰富的涂装和纹理的表现，完美体现出了这个角色的邪恶与疯狂。在雕像的身体上有着更多惊人的细节啊，比如说皮肤的纹理十分的粗糙，手臂和大腿的皮肤上增加了密集的斑点，护臂和护腿呢有着锈迹斑斑的金属质感，腰带上的 logo 也进行了做旧的处理，地台的石柱呢呈现出了一个倾斜的状态，非常的残破不堪，而且还布满了青苔。我们还设计了一根扭曲的枯树枝绕在了这根石柱上，这样一来整个产品的造型律动呈现的就非常完美了，充满了怪物世界的恐怖诡异的氛围感。喜欢收集蝙蝠侠的玩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款独特的艺术家合作雕像作品，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全新的产品体验。